心灵回收站，爱的港湾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。我妈过60岁生日，我和老公杨海带着两个孩子去祝寿。推开酒店包厢的门，弟弟妹妹两家人都先到了，大人们在聊天，小孩子们打闹着玩，气氛热闹祥和。哎呀，你们四口可是踩着饭点来的，弟媳笑着跟我打招呼。我和二姐陪着咱妈都逛了一趟街了，我笑着解释说在外面吃饭也不用动手做，想着家里没有活需要帮忙就直接来酒店了。我说在家里吃，你妹妹非要来酒店，你看这房子布置得多喜庆，这么多气球，还有那个5层高的生日蛋糕，最上面的那个寿桃和咱家的和面盆差不多大。你妹妹说七七八八算下来这一桌酒席就要好几千，真是瞎花钱。我妈夸张的声音把我的耳膜核心都刺得不舒服起来。弟媳起身从休息区的沙发上拿来两个袋子，掏出红色的毛衫让我看。我二姐给咱妈买的羊绒衫商场卖2000多块钱呢，我二姐有卡能打折，给我也买了一件，你摸摸这手感。弟媳把毛衫递到我手边了，我只得伸手摸了一把，其实也就是几百块的羊毛衫，几年前我穿的羊毛衫都是数千块，羊绒和羊毛还是有区别的，打眼就能看出来。妹妹和妹夫被安排坐在爸妈两边，弟弟双手拿着打火机给妹夫点烟，弟媳妇和我妈一左一右，仰着脸问妹妹，最近是不是没有休息好，都有黑眼圈了。弟媳尖着嗓子喊服务员上一份红枣桂圆粥，多放几粒红枣，说有安神滋补的作用，对睡眠有帮助。我和杨海被晾在了一边，担心他心里不舒服，我给他倒了杯水，伸手在桌子下面拍了拍他的腿，算是安慰。妹妹前不久在地里干农活时拍了个抖音，没料到就爆了，很快就有团队找上门来合作，专门有人写文案写脚本，也有专业的人拍视频，经过一番包装，他的抖音号一下子就火了。妹妹摇身一变，从农村妇女变成了网红，带货卖农产品，赚了不少钱。妹妹赚了钱也舍得给我妈和弟弟花，不自觉间一家人就把妹妹两口子当成了座上宾，尤其是我妈和弟媳，他们眼窝子浅，不分场合的捧高踩低，也不顾杨海的感受。其实杨海也没少帮过我弟弟妹妹，更不用说我瞒着杨海暗暗地贴补娘家人。都说爹矬矬一个，娘矬矬一窝，我家却是个例外。弟弟妹妹长得像我妈，都是土肥圆，我却随了我爸，像鸡窝里的凤凰，个子高挑，凤眼朱唇，往人群里一站很是醒目。杨海妈手巧做的辣椒酱4邻8舍都夸好吃，为了补贴家用，他就支了个摊位卖辣酱，没想到就卖出了名气。有个大老板找上门来要投资办厂，几年的功夫，杨家就赚得钵满盆圆，成了镇上的首富。杨海跟我是同学，上初中时他就偷偷给我递纸条。5年前我大学毕业，杨海找媒人上门提亲，我妈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线，头点的跟鸡啄米似的。我和杨海结婚后，公婆就给我们在城里买了房子，我们帮着公婆经营厂子。后来我怀上大宝，就做了全职妈妈。我结婚第二年，我妈就说要翻盖老宅，杨海给了5万，我暗暗又给塞了3万。紧接着弟弟结婚，从彩礼到酒席，我贴补了小10万。妹妹的小女儿生下来心脏不好要手术，我明里暗里也没少给钱。那几年我妈和弟媳差点把我婆家的门槛都踩踏了，动不动就过来送饺子包子之类的吃食，弟媳的嘴比手还巧。大姐，我看你上次回家吃了大半盘3鲜馅饺子，这是咱家地茶内酒菜包的饺子，你快尝尝，还有我包的芥菜包子，你数数18个褶。
妹妹知道我公公喜欢喝小米粥，特意种了一亩谷子，秋天谷子成熟脱了皮，妹夫扛着送过来。姐，现在人都讲究纯天然，咱上的是农家肥，你让孩子爷爷尝尝，喜欢吃，明年我继续给咱种。我公婆本来就为人和善，架不住我妈和弟媳舔着脸巴结，那几年两家人处得跟一家人似的。好景不长，公共厂子的投资人为了扩大市场，说服公公拉合伙人融资，说要把产品畅销全国，生意好做，伙计难割。股份公司本来就难管理，线上线下推广的步子迈得太大，烧了不少钱，资金也断裂，厂子一下子垮掉了。为了还债，公公把家里的两辆车都卖了，眼见他起高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，用来形容婆家的境况再贴切不过了。刚开始我妈和弟媳还时不时过来探望我，说几句人都有个高低起落，心放宽些的安慰话。后来他们碰到几次债主堵着门要债，担心受牵连，就再也不来了。尤其是妹妹家赚了点钱后，弟媳见风使舵掉转头就抱大腿去了。以前我妹妹回娘家，她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的，拉着个脸连招呼也不愿意打，现在她恨不能跑到三里外高街远送。我妈和弟弟在家里本来就围着弟媳转，就也跟着去妹妹那边献殷勤去了。公婆倒是没说什么，杨海有时候话赶话，说我娘家人都是属狗的，能摇尾巴舔脸讨好人，没好处了转过身就狗眼看人低。我也不好说什么，毕竟娘家人为人行事在那摆着，其实我心里也不舒服，只是结了婚，母女也生分了些，不能像做闺女时心里有啥往外说。公公卖了厂房，还清了债务，家里经济拮据一些，日子却过得平淡和睦。公婆和杨海亲弟善良不说，性情也好，我嫁过来他们就把我当自家人看。我对钱财看得不太重要，有钱了当然好，没钱了少花点，只要一家人心在一起，日子就有奔头，待在婆家比娘家舒坦。要是没有事儿，我平时很少回娘家，我妈过寿躲不开，我不得不跟娘家人聚在一起。来之前我就预料到这顿酒席肯定吃得别有滋味。好在我爸见杨海受了冷落，就把果汁往他跟前挪了挪，说道，开车不能喝酒，喝点果汁。我爸招呼大家动筷子吃饭，我心里翻江倒海的不舒服才稍微平息了一些。我夹了一个油焖虾放在盘子里，才动手剥虾壳，就听到小宝的哭声。回过头，妹妹的女儿妞妞抢小宝手里红色的气球，小宝死命护着不给，还扯着嗓子哭起来。我正要起身去哄小宝，我妈却眼疾手快跑了过去，夺过小宝的气球塞给妞妞，还不忘呵斥小宝，姐姐身体不好，不能惹她不高兴。我心里一团火腾的就冲到了头顶，一推盘子站了起来，要过去抱孩子。妞妞大概看到有姥姥撑腰，拿着气球伸手推了小宝一把，小宝一个趔趄撞在了茶几上，打翻了茶壶。在我惊叫声中，小宝也凄厉地哭起来，小宝的左臂被热水烫的地方立即起了一溜水泡。我脑子一片混沌，下意识地冲过去抱着孩子就往外跑。小宝太小，烧伤面积大，医生让小宝住院。看着小宝哭得额头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，我的心像是放在油里煎，真是恨不能替孩子疼。我爸随后跟过来，帮着我们把小宝安顿好了。妹妹的电话打过来了，她说我妈说了，她过寿来医院不吉利，孩子细皮嫩肉恢复快，隔天她再来医院看孩子。我狠狠地回了句，不用了，孩子没事儿。我和杨海不分白天黑夜轮换抱着孩子，拿着输液杆在走廊里转悠。到后来我拿着输液杆靠着墙都睡着了，我娘家那帮人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，就再也没闪面了。我和杨海担心小宝手臂会留下疤痕，
在医院住了几天后，就想带孩子去省城的医院，毕竟大医院医疗条件相对要好一些。但是我们手里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钱，情急之下，我就给妹妹打了电话，让她给我先转20000块钱应急。很快，妹妹给我转过来80000块钱，我心里一暖，正想打电话过去说用不了这么多钱，妹妹的电话就过来了。妞妞做手术的时候，我们先后借了你80000，你就是不开口要，我也想着抽空把钱还了。你把钱收了，咱就两清了。妹妹没等我说话，就把电话挂了。连轴转的我已经快累瘫了，加上一股气堵在了胸口，眼前恍惚了一下，差点气晕过去。妞妞前后做了几次手术，每次不等她开口，我就主动给妹妹转点钱。那时杨海每个月都给我10000块钱的家用钱，我也不在乎那点钱，就是想着帮妹妹，遇到事情了我应该表达点心意。即使后来婆家败落了，我也没想着让她还钱。现在听她说话的口气，好像我借着小宝烧伤跟她讨债一样。转念一想，妹妹爱咋想就咋想，突然多了80000块钱，我就是带着小宝去北京看烧伤也有钱了。很多时候金钱比亲情更能靠得住。我划拉开手机就点了收款，当天下午我妈就风风火火来医院了。她进了门，一屁股坐在床头，就开始数落我乱花钱。她说自己打听了，附近村子有个土大夫，治烧伤有祖传秘方，不留疤痕，让我带着小宝去看看，就不要去省城烧钱了。我沉着脸没接我妈的话茬。我妈又数落我不该给妹妹要钱，她说妹妹本来抽空要来看小宝，我却等不及跟她要钱，这下彻底把她得罪了。妞妞是推了小宝一把，可也是小宝自己没站稳，这事儿也怪不到妞妞头上。妹妹本来带着气给我转了80000块钱，没想到我就收了。担心杨海生气，我一把拉着我妈，把她拉到了天台。我捏紧拳头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妞妞是小孩，我就不追究她责任了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妞妞爸妈不应该还我的钱吗？撕开了脸，积郁在心底的怨气就如找到了宣泄的口子，哗啦啦一涌而出。我跟我妈说，接下来我还要跟弟弟讨债，我是学财会的，每一笔转账我都标记了用途，就是打官司我也要把这些钱都要回来。我妈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，她指着我说，你疯了吗？你招惹了你弟媳，以后不回娘家了吗？当姐姐的帮弟弟是天经地义，你在乎犊子，你盖房子时我给你添的钱也要追回来，要不我就打官司要分房产。我狠狠地挤出这句话，转身就回病房了。杨海搂了搂我的肩膀，劝我不要生气。我顺势伏在他的怀里，无声的眼泪把他的衣襟打湿了一大块。我和杨海带着小宝去省城的医院住了小半个月，小宝的伤势恢复了，我们才出院。从省城回来，我就打电话给弟弟要债。当初我给他转钱，也是习惯性的标明了钱的用途，没打算要他还钱。但是如今经过小宝受伤的事儿，娘家人把我的心伤透了。再说弟弟和弟媳都在妹妹的团队干活，他们也攒了不少钱，还我的钱绰绰有余。不出所料，弟媳跳出来说我穷疯了，陈谷子烂芝麻也翻出来说事儿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不还钱我就打官司。我妈上门想说和，被我怼了回去。弟媳更是费尽心机找人去跟我公婆理论，想赖掉那笔账。公婆和杨海都劝我不要和娘家人闹得太脏，不要为了点钱伤了和气，我却铁了心要讨债，谁说都没用，心里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，要那些面子上的和气有什么用。弟弟最终让我爸把钱给我送过来了，但是我和娘家人的关系彻底闹僵了。弟媳放出话来说，以后我要是想回娘家门都没有。我懒得跟弟媳计较，而是和杨海商量用讨回来的债当本钱，
先开个辣酱小作坊，公婆年纪大了，酱料公司倒闭，让他们元气大伤，他们没有精气神重振旗鼓，但是婆婆的做酱技术还在，厂子最初的那些老客户和公婆都有极好的交情，有公婆的扶持，我和杨海把辣酱小厂子先张罗起来，脚踏实地去经营，慢慢再扩大规模，赚钱不是什么难事。我其实一直都有创业的打算，只是苦于没有本钱，撕破脸皮把贴补娘家的钱要回来，本来是为了赌气，歪打正着刚好可以作为创业资本。我和杨海风风光光地忙开了，娘家那点事儿也被我抛到脑后了。要靠金钱才能维持的亲情，断了也不值得可惜。再说我们东山再起了，说不定娘家人又会主动扛着亲情大旗围过来，只要咬着牙去拼搏，自己强大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